位于桃园中坜的幻境装置艺术咖啡厅，被广大网友评价为桃园必去的装置艺术咖啡厅，是最新打卡的爆红网美景点。咖啡厅外观以白色为主，整片落地玻璃，白天采光明亮舒适，夜晚以灯光打造出有别于白天的风格。室内一楼延续清新的海洋风格，面窗的幻彩情人座是最受客人欢迎的观景座位区。二楼为缤纷幻彩桌及垂坠的迷幻发光丝线，营造出迷幻夜店风。户外阳台到了晚上成了户外星空酒吧，全区打造出国外的度假氛围，且附有汽机车大型停车场，交通十分便利，周一到周日都有营业，不但是约会出游的最佳首选，也非常适合家长带住小孩来这里跑跳放电